恒生保险有限公司推出进息保全保证人寿保险计划，突破保险传统界限，让你由第二个月结日起每月收取零用钱，只需三年就可保证回本，兼享人寿保障，助你达到中期财务目标。一起看看王女士的例子。王女士今年四十岁，想为八岁的仔预早筹划升读大学的教育储备，同时希望能够享有稳定被动收入，帮补与日俱增的日常支出，所以决定投保进息保，并选择以合计保费方式缴付每年港币200,000元的保费，而合计保费金额为港币390,476.2元。在保单第二个月结日，王女士将收取港币1,166.8元的每月保证入息。在第三个至第十二个月结日，王女士将收取港币583.4元的每月保证入息。由保单第十三个月结日起，王女士将继续收取港币1,166.8元的每月保证入息，直到第十个保单年度完结。在第三个保单年度完结的时候，保证现金价值加上已支付的每月保证入息为港币400,204元，大于已缴总保费，达到回本。她利用每月保证入息帮补个仔的兴趣班费用，减轻日常生活支出所带来的负担。进息保为你提供稳定被动收入，每个月多一笔零用钱以应付不同的财务需要。计划保费由每年港币50,000元或6,250美元起，缴交两年保费就可享10年保障，而保证回本期仲短至3年。计划除了提供稳定的被动收入和人寿保障之外，更附加指定癌症保障和意外身故保障，令你倍添安心。想了解更多计划详情，请浏览以下网址。